大家好，我是死佬，今日又嚟打机机啦！你今日继续嚟玩翻呢个魔女之家嘅，等一阵 ，OK。上一集咧讲到我系攞咗呢个猪嘅戒指啦，咁跟住咧就俾嗰个人啦，啊，唔知道会有啲咩新嘅番外花花出嚟咧？戴你只戒指咧，猪呢个系。好丑样啊！跟住佢话：多谢你啊，猪嘅戒指都咁开心，你跟住顶唔顺嘅戒指嘅诅咒，话俾你知。门打开咗 ，OK， 我都话噶啦，顶唔顺夹硬戴嘅呢啲，有时真系冇咩幸福可言。佢成个雕像跌咗喺地上边，流出满满嘅红丝。佢咁喐啊！佢咁喐啊！我见到。你睇唔睇到啊？哇，劲得人惊！啱啱嗰下佢喐嗰下咧，我冇管动。诶，呢度依人袭击我嘅，企喺呢个位应该系，我会咁样指指咧？乌鸦口，诶，咁呢度应该点啊？呢度之前有人救咗我一命噶嘛？但系我而家睇翻咧，其实佢系阿。艾林嗰个样嚟噶，好似系。好似咧，我唔出声咧，我会听到有少少哭泣咁嘅声音啊！我小心啲，遮死符先，为咗唔想，咦，未爆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早咗。我识啦，朋友嚟。嗱，我哋睇住佢个雕像，佢要喐噶嘛。咦，冇嘅，冇理由嘅喎，写死符先，稳阵起见。OK， 继续行。嗱，呢度应该要喐啦。啊，系啊，喐啊佢，未喐啊，喐咗伸一下，小心。喂，诶，但系两个系同一个人嚟嘅喎，两个其实。如果你睇到嘅话，吞后就反而会冇事。咩玩法？彩佢玻璃破裂咗，外边一片漆黑，咩都睇唔见。OK， 应该 OK 啦，应该。又要移公仔。咦，黑色嘅嗰、那个？弊家伙啦，好似有啲唔同喎、啊。会唔会系？嗰、那个头发啊，头发颜色嗰度咧，应该有提示嘅喎、哦。头发颜色出去睇下先，应该落翻楼下揾翻相关头发颜色嗰个嘢，应该会有关系，系咪咧？研究头发颜色，头发颜色开嚟见我，咦？冇得睇，唔通呢度落去？如果呢度再爬落去会点啊？啊，好想喺呢度有嘢喎、啊，将布面将布料反面。哦 ，OK， 啊，我明啦，原来系咁，反转咗啲布啊。咁但系咧，会唔会其实你反完之后咧，发个红色唔系真嗰个位咧？我开到喎 ，OK， 啊，终于都搞掂，原来只系咁简单，我哋已经用咗十几分钟，所以一齐望住我啊，大佬，一个花园啊，呢一度似乎就系最高嗰层啦，我啊都几中意呢一度噶，你呢？啊，都系嘅，系你玩得开心啲啦。哇！全部转晒做实体化喎，啲花精而家美丽嘅白色花朵，桂安，桂安，年老嘅树有咩事啊？冇咩事，同老虎安静一啲啊！系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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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鸟绿色 ，OK， 呢度如无意外应该都哇，真系转晒女喎，撞你个鬼啊！黄色嘅花，
我真系一啲都冇觉得烦躁噶，系咪噶？唔知道系边个可以将呢个细路 X 掉咧？咁样嘅话系啦，我哋头上嘅花粉就可以俾一啲啲你都冇问题嘅。哎呀，你只手真系好粗啊！撞你个鬼，你就粗，你全家都粗啊！嗰个细路唔响度嘅话，我哋就呢一度最最最靓噶啦。系呀 ，OK， 好。如无意外呢度四个人大得三张床，咩玩法？我话你呀、啊，呢啲系我嘅嘢嚟噶，唔好乱咁掂得唔得啊？哦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对唔住。与绵绵嘅床，佢想瞓喎、啊。好，可恶嘅黄色花，将花 X 掉你也会。唔知咩嚟，小心呢个钟。竹棚冇竹棚，诶、欸，竹棚应该冇事喎，应该竹棚。点会啊？被骗了，嘻嘻。可恶！睇下先，咁样嘅话，继续佢而家点？哎，冇事。某个新病，某个某某嘅故事。X X 知道咗啦 ，X X X 应该呢一个故事应该系恶魔写嘅喎，如果咁，佢 X X X 系代表啊艾琳啊嘛，系咪叫艾琳？我冇读错，是但啦。知道咗佢系一个魔鬼，知道咗自己已经冇办法逃离身为魔女嘅命运，恶魔啊唔该。喺呢个数百年作为魔女嘅生活嘅佢，已唔再系一个生病嘅少女。而是与其存在于相称的相称的名为某的魔女，系咯，即系佢过咗咁多年之后咧，佢终于都成精啊，练成咗呢个魔法，同埋呢个咁嘅魔鬼一齐。你点解唔教我魔法？咁我咪可以继续一齐同佢相足相妻啦。好，听下先，多华的花儿们。应该呢个系冇分别。哎，哇，缩到咁样样，佢尾嘟嘟嘟嘟嘟记录佢哋嘅特征。白色嘅花就系院庭里边最靓嘅花，不可思议嘅。红色嘅花学识冤，佢哋大话嘅时候必定要注意。黄色嘅花可爱，个性从依花朵之中嘅粉末可以杀人，亦都可以系药。OK， 同之前嘅差唔多。玩过嘅话，大约会知道张药、金属鸟笼，触碰一下，似乎里边有啲虚弱嘅嘢喺度拍动紧翅膀，缠得好紧，解唔开，打唔开。里边传嚟某人嘅呻吟声：你好啊，药你身上有冇药啊？有啊，俾啲我啊，求下你啊，你啊，诶，红色嘅花，系咪要听下点样 X 掉花嘅方法啊？好。拔断佢就得啦，拔断佢系假嘅，将佢拔出嚟就得啦，将佢截断就得啦，截断啊应该系扯断同埋截断，因为截断系唯一一个红色嘅，所以有机会系真。哦，有个小小嘅骷髅头，骨制容器，新嘢嚟嘅喎。喂！啊！点解嗰度个坑，嗰度个坑会跌落去啊？呢个系咩玩法，大佬？啊！好，睇下先。花儿多话儿讲咗，呢度要倾多次偈，触发一啲嘢。系啊，听啊。扯断，我觉得应该系截断啊。骨制容器，小心有陷阱。喂喂，我想检查呀，你做乜自己跳落去呀、啊、大佬，我冇叫你跳，你唔好跳好唔好？你唔尊重我咯，你知唔知呀、啊、阿小薇好衰呀佢。好嘅，倾下偈先。冇吐口水 ，Hi Auntie， 吐咩吐？吐妈吐啊？吐吐吐吐吐。好。张药我知啦，呢、這个骨系容器硬系好似受助咒一样喎、啊、吓、啊，感觉上攞咗佢先，自带大骷髅骨头守护罩，陈旧嘅壶伸手入去，
系会死嘅，里面咩都冇。水封印嘅时间，诶，唔好乱拉，喐唔喐到噶呢啲？喐唔到噶喎，试下先。附近有流水嘅声，诶，喂，哇！顶你个肺！自带助咒功能，可恶！好，慢慢嚟，唔急。咁啊，首先，做好晒多啲嘢 ，save 多啲啊！唔该你，冇啊，哼，好惨，不断截断，我知啦，系截断。自带，真系咁 Q 多骷髅骨头啊！顶呢个肺，濑晒嘢。好，截断你，你系要嚟杀我嘅？系啊，受死啦！截断，手多，唔通唔系一个？如果嗱，即系根据啱啱嘅说话咧，好大机会咧，其实系唔系用一个正常嘅途径去嚼低佢？我觉得。跪安，我嚟跪安嘅，截断唔系三，我觉得三个都系大话嚟，啊，我试埋咗一个，因为佢哋一定系大话，我都话，好啊，呢度咧我啱啱试到啦，原来咧系要咁啊，哇！我会追翻出嚟噶，但系些师傅先稳阵起见，终于都解决咗我哋嘅难题所在。哇、哦！不过用咗劲多时间，极夸张。而家应该有水啦，果然清澈嘅水流动住装水，用容器装咗啲水啦。啲水会有咩用呢？我需要翻嗰间房度睇一睇。Hello， 都话啦，边有个冇死？顶好有水，唔通系俾水嗰只花精饮？装水暂时佢又冇话有咩用、啊，饮水试下先。做咩啊？咦，唔系喎，即系你啊，大树里面装咗水，唔系、啊，你系咪要杀我？唔系啊，谂住俾水你饮就饮唔饮啊？咪住先。会唔会落毒毒佢咧？你呢啲饮水会点啊？饮唔到水嘅呢啲，搵翻啲红茶啊，搵翻啲剧毒啊，咁样样淋熄佢啊！真系、啊，奥老烛台嘅火熄咗，好嬲啊！淋下啫嘛，试下啫嘛，使唔使咁啊？你好，唔系呢边，淋水落去呢度，冇理由啊！不是，好，继续有啲卡关啊！淋落棵花度，咦？问住先，未栽水嘅呢度，去再装个栽水，可唔可以再栽多啲啊？唔得，好。我唔知道今集条片会 cut 成几多，其实我已经玩咗好耐，可能 cut 到好短都唔定，又或者两集夹一集，因为差唔多够钟。不是 ，OK， 哇，全部都系误打误撞撞出嚟嘅阴公，饮饮水啫，好味噶噃，冇毒噶喎，唔通要 feel 翻满杯茶？应该唔系啊，蓝色个火唔系。会唔会系中间嗰啲红色叶？咪住先，呢度会唔会要捽一捽佢？唔系啊，仲有啲咩咧？呢度不是，咩啊？如此粗壮嘅手臂 ，X 吊鞋子应该好简单。好，唔系呢度。继续周围睇，你哋而家饮水啊？你哋会唔会口干啊？
口乾喎、啊，佢哋。俾水佢，飲水啊！你飲唔飲水啊？有冇人要飲水啊？好簡單嘅啫，飲啖水就得噶啦。嗯，冇人要飲水。好啦，而家已经系呢个第二日啦，因为嗰日我拍得太耐啦，咁所以中途 cut 咗一 cut。咁跟住咧，我又病啦，咁而家听到把声咧，应该有啲难听，咁啊，请大家见谅。因为唔想拖得太耐嘅关系咧，咁所以咧抱病啦，继续我哋嘅魔女之家啦。咁咪后咧，我稍微试一试嗰个淋水嘅地方咧，其实系响呢一度。走慢咗啲，咁淋完之后咧，佢都系会拍落嚟嘅，咁所以你要小心啲。哎呀，好病啊！无啦啦一咳就咳到黐晒线，跟住把声咧而家劲细咯。OK， 容器跌咗落嚟，得到啲咩？咪有嘢跌落嚟啊？会有嘢得到噶嘛？系咪啊？容器烂咗啫？咦？跟住咧？冇噶啦，哦，因为之前有个嗰棵大树啊，大叔咧话太嘈，所以有反应系咪啊？系啊，你能够记录时间嘅嘢，千祈唔可以触碰到嗰只嘢，似乎唔系属于呢个屋企里边。讲起嚟，听唔到嗰只嘢嘅声咯，咁样就可以好好瞓一觉啦。大树满足咁摇一摇，跌咗啲树枝落嚟 ，OK。好执，终于执到树枝啦！咁呢度上边咧系有一啲嘢啊，之前我睇过，好似有啲嘢喺上边，伸手执系执唔到。哇！但系呢度真系劲考眼力咯，唔该。呢两个就系上集嘅忽略点，跟住一直卡到而家。好，跟住我就冇啦，跟住我就唔知啦。继续呢个谜题解法，绿色蜡烛。绿色嘅蜡烛系咪啱啱系咪有啲位黑暗啊？定系要换咗佢啊？呢度点知冇攞走绿色蜡烛？将绿色嘅蜡烛点着咗 ？OK， 好的，有绿色嘅，我而家都有蜡烛咧，唔使靠你啊！睇先，绿色嘅蜡烛边度要去啲暗位啊？但系。唔记得咗啊！病住咁玩咧，真系好麻烦。绿色嘅蜡烛，有个地方需要暗到要用蜡烛咩？定系要烧咗佢？用绿色嘅蜡烛点燃佢？绿色蜡烛唔得嘅。好，周围睇睇先。烛火熄灭咗 ，OK， 即系唔可以离开呢一度啦。一离开呢支绿色蜡烛就会熄灭。好嘅，佢要点多次先借火得啦啩？绿色嘅蜡烛，烛，系咪有啲隐藏嘅位置我未去到咧？呢度之前系一间房噶嘛，我记得，唔系呢度。边度咧？太难啦！嘿，如果呢度点一点，佢会有嘢睇。张药，诶，咪住先，呢度系绳嚟噶嘛，系咪啊？呢度原来要点着佢，系果然系啦，烧绳我记得，将绳烧得一干二净，打开鸟笼。伸手入去观察一下先，似乎冇嘢要出嚟，伸只手入去，哇，差啲被咬到，咁夸张嘅咩？灵子眼唔肯出嚟嘅，要揾啲火弹一弹佢啊！咁要俾佢睇下蜡烛啦。
我睇唔见嘅嘢，将绿色嘅蜡烛食咗。哦，佢特登食绿色嘅嘢。OK， 明白。好，我都估到，冇理由，冇理由咁样样，因为佢系食绿色嘢嘅雀啊。后边嘅地方开咗啦。你好啊，朋友。呢度有毒气，小心啲。毒气释放冇颜色。有个叫《复仇的士兵》嘅书。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士兵，士兵在故乡有一个分弱者，然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士兵始终没办法返乡。终于等到能够 回家的那一天，本应出来迎接的分弱者已经没出现到，家中值钱的东西都不翼而飞。分弱者带着财产离开，跟其他士兵结婚。士兵非常愤怒。士兵找到分弱者之后，朝分弱者掉了张装满着毒药的玻璃樽，被紫色的水淋到全身的分弱者伴随着烧烫般的惨的剧痛而尖叫着。分弱者的身体一点一点地融化，然后死去。听见悲鸣而赶来的一个女性尖叫出声：你对我的丈夫做些什么？啊？基佬，基佬的末路。 OK， 我们又要找这个紫色的药水淋白花了，即是说，后面没有写东西的，有些什么可以拿呢？我走。怎样才有紫色的药水呢？紫色的药水其实是不是就是说刚刚的现场环境？紫色，定系落楼下滗碗汤嚟饮？楼下碗汤系咪紫色噶？唔喺度，喺呢度攞啊！紫色药水多的是，系将有毒嘅水装咗喺樽里面。Yep， 做得好。即系啱啱嗰个其实系一个男人分药者，定系嗰个系女人？即系嗰个系女权社会嚟噶咯。而女人先系出去打仗嘅人，男人系留喺屋企食饭煮饭。林，你仔细。拜拜啦！伴随着悲鸣美丽的花死亡，个地下有冇被染污糟？你好过分啊！吹咩？搵食啫，犯法，佢要走啊！而家听见啊，个孩子丑陋嘅声，听见听见听见，啊花粉啊！我有做过呢种嘅约定咩？哦，讲笑啫，俾你啦。哇，你真系想俾我淋？淋紫水淋到你五隻一齐，啊唔系淋到四隻一齐，滋滋，够胆反抗我？你真系，诶，我度穿谢师傅啊！卡完嗰度之后咧，又开始好伤，非常之好。咦，冚埋咗本书，俾你嘅花，有边个捉住咗铁栏？喂，呢、這个俾我，俾你咯。随住勒空隙将。白灰色的粉末递过去，不知道什么人迅速地伸手捉住了粉末。有什么人消失在牢房的深处？隔离的牢房传来有人离开的声音。开门啦。好，咦，他今次这个直接不用容器，还是我要给他容器？入去看看先。你好，大家晒。X 作快 X 点，给 X 病的孩子的 X 亲，陌生人，呢都好污糟，冇办法阅读。其实呢个会唔会系魔女嘅？冇事，布里边包住一啲嘢，咩嚟嘅？红色嘅鞋，流血啦！我都一出门口会濑嘢咯。杂乱咁摆放住有啲污糟嘅缝织用具、坏咗嘅厨具等等，冇咩嘢可以拍得上用场。好老，冇咗个头，红色嘅花都无聊咁倾下偈。哎呀，鞋子未着上咩？点着啊，大佬？有毒噶呢对鞋，点解我唔知啊？先睇副先，红色嘅鞋子。着上，
如果直接着会直接死咧，试下先。果然，奔跑的鞋，奔跑吧，红色的鞋。啊，我而家把声真系好麻烦，所以我尽量都唔变声啦，先大家见面。洗洗佢先，我几惊你又跳落去。我洗，鞋子嘅血被洗干净，变咗透明色。诶，隔篱有啲咩嘅？哇！八卦下啫，唔使咁啊，大佬。咩嚟噶？啱啱嗰啲究竟系？其实我之前一直都冇检查，我系装饰品。爸爸死咗啦。哦 ，OK。蝌蚪，我喺你呢度洗先噶，以绝后患。哎呀，唔系着啊，着咩啊？我洗啊，我唔洗得咩？喺个位嗰度，有人喺度，所以唔洗得。OK， 喺呢度洗咯。蝌蚪的復仇，好啦，下一段小心啊！通常洗完鞋实濑嘢。喂，对唔住，冇事。哇，吓死我！嗯，吓到我心仔都跳埋出嚟啊！透明嘅鞋可以行啦，而家冇嘢喎，佢哋又好正常喎。这个花园都未变化到，我们就先行离去，不要望那么多，小心有窿。哇，哎，哪嘢，我要死了，我 feel 到。哇，充满着痕迹，哇，这个位置会不会太呕心啊，大佬。算，结束行快一点，我跨过你，避开。唉，谂住啲地喺呢边行唔得添。睇下先，我哋要用最快嘅速度啊！如果唔系好麻烦。应该行翻去右手边，右手边好似安全。先一直向呢边行，啱啦，小心，小心。喂，咦，嗰度有嘢咩？我睇唔到添。定系本身冇嘢，跟住发鸡盲睇唔到有。第四次死亡，唔会噶啦。继续向呢边、呢边、呢边。诶，攞乱咗。点样先可以最少嘅步数咧？好似行唔过去，啱啱好会死咁样啊！准备、准备、准备。先先。哎呀，唔系喎，呢度行唔到过去嘅。即系嗰个位点都要吸一吸，快啲啦，慢慢行得咯，你要跑，又唔使跑嘅呢度，我夹硬要跑咯。诶，哎呀，濑嘢啦，系啦，嗰度系，吓，哦哦 ，OK， 哦，哇，系，系咯，嗰度冇显示到啊，嗰个痕迹。所以先俾佢 fix 咗，好，极速，可以话最高速度嘅我嘅能力。咦？即系点啊？呢度，即系嗰个陷阱系假噶，定系嗰个位置一定过唔到去噶？唔通要去翻另外嗰边？可能系喎，哎顶，哎，可能喺嗰边嗰个地方嗰度过啊，如果唔系点过啊？试多次先，加油啊！你得噶，唔好改字。咦？哎，我记错咗，哎呀，救命啊！天啊！你死几多次啊，大佬？对不住咯，好快噶啦，已经我过逢关过关，冇问题嘅。小心！哎，喂喂呀！我顶你个肺啊，真系
寫少少當幫忙啊，唔該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唔係行呢邊。冇啊！呢度死緊嘅喎，呢度。哇！呢度要死幾多次啊？咁嗰位好難喎，嗰個位。最尾嗰個應該係 fit 嘅，即係話如果係咁話，那個窿就係。可唔可以入到去都跑啊？好。欸？你至少試到最尾個位係咪 fit 先啊嘛？玻璃鞋冇咯噃，應該。唔通仲有其他嘢要做？其实呢个毒痰依然都系要用其他嘢先过得到，唔会咁咩？诶，点解嘅 ？OK， 玻璃鞋粉末耶，过到啦！啊，朋友到底系乜嘢啊？对你嚟讲，对我嚟讲啊？有个魔女的故事 XXX 没办法死去，因为她并不是人类，没办法死去，因为她不会绝望。对她来说，绝望就是抛弃她的母亲的香味。对她来说，朋友就是因为她而死去的那些人。有着香甜味道的小张纸被她亲手藏在家里面的深处。需要这个樽的那一日真的会有知晓这个答案的一定只有他而已。你是不是知道啊？你是你知道你跟我说声啊，大佬。好，小心隻眼，大佬。哦，小樽子这里。我走啊，麻烦。我走了，不会死的。我走。我都估到已经掂咗我啦，佢已经。其实咪喺度，一攞完个樽你就随时濑嘢。我走。可爱嘅樽子，葫芦。诶，执。哇哇，顶！有冇其他地方可以攞嘢先？如果唔系会濑嘢啊。头痛药。眼药，眼药，好老，真系有眼啊！头 X 药系咩药咧？止 X 系咩嚟嘅咧？消掉喉咙嘅药，大量不知名嘅骨头，止呕药。好啦，引咗佢过去啦，终于都，快啲攞啦，快啲行啦，大佬嚟到啦，喺隔篱，妖！嗱，首先咧。即係有啲有啲謀略嘅呢一度，我覺得應該。如果唔係，你一切都已經太遲啦。攞咗先，跟住個頭就唔好攞住啦。引咗佢過去先。過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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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做得好。快啲啊！快啲啊！哎呀！好啊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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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。冇眼屎乾淨埋，只貓唔見咗，好咯。我個魔女嘅故事係咪已經讀完咗噶啦？冇咩分別噶嘛？系啦，呢度嘅毒药亦都散开晒，呢度 set safe 先好啊！你唔好行过去，随时会濑嘢，我觉得冇嘢写住，周围嘅嘢都已经唔同晒，毒药已经蔓延咗呢个屋企嘅附近嗰度。OK。过翻呢边睇一睇，旧衣柜冇乜嘢，冇头嘅人偶，好咯，哇好在啫，哇只大噶，踩只大嘅得唔得？点解啲大嘅我踩唔死啊？但系我踩到，加油啊！你一定可以踩死晒佢哋。点解踩完之后好似暗咗咁多咁样个天？点解踩唔到？踩到受死啊！冇嘢发生竟然。金信滩 ，OK，J
将两个人偶的头合在一起，咁就冇嘢啦。睇下其他地方啲嘢先，应该有啲唔同啊。啲花都枯萎晒，黄色嘅花被残忍咁撕了了。边个做嘅咧？呢啲咁嘅事，系咪嗰个吸毒嗰个监等做嘅咧？定系啲乜嘢 ？Oh no！ 死！明明四朵花，但系得三张床，系咩玩法？好啦，应该冇咩特别，咁我哋下集先继续，迎接最尾一集。咦？妈妈曾经抛弃咗我，爸爸冇耐，从来冇正眼望住过我，红色嘅花吊颈死晒，乌特嚟只死唔去嘅红色嘅花，唯一一只，另外两只兄弟都死咗。入边嘅符，八卦，你点解咁八卦呢？吓死我！睇一次先。哇！呢个一定快过你喎，呢个。OK， 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先啦，咁多位，转翻翻嚟未讲咩？我哋下集翻嚟先再继续，咁多位，拜拜。